聊起来有点尴尬。时间啊，你想我呢？闹钟对我没作用，去感受放过双臂的拥有，向左向右下一站，还好还好我的臂悠悠。下面有个外国人被我吓，在笑我。到了海口也有夏天的暖拥有，组件我不知道在，我不知道是在升级什么，我手机在升级，我屏幕现在是看不到的，只看得到一部分。谢萤火虫的超级火箭，不是我这个海边是酒店里面的海边，别人又进不来。
小朋友就是想要就是爬下去，他妈妈他爸爸妈妈真的说啊对啊对，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去海边，因为这已经是很靠海了。天气是要干嘛？召唤。好大的浪哦！哦，为什么越靠近海边那么大的风？唱出海风，这一点都不应景。晚上的唱出海风，我感觉有点奇怪。是早上四点多钟就起来了，早上四点多钟起来了，然后是中午到的韩国。
头发都吹乱了，你看我的头发，下面好冷哦，天哪！我回去，头都吹了，很冷，头都吹痛了。明天要早起哦。多早？七点。七点。No。早起，没有秃，我上了发际粉的，你们看都看不到吧？你们七点也准时的吗？意思是我七点要你也没怎么开个播，行，差不多。我基本上没有。明天我们是不是要车程都要很久？一个半吧。一个半车程啊？哇，那在车上睡觉。先去拍摄东西，然后是去一个很远的地方。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你那个是我又不是七点起床，我要七点之前我还要做造型，然后还要那个化妆呢，这些都要备两三个小时了。假酒，所以是假。我早上七点你们起来了吗？我这开了，看一下好不好喝。时差不一样哦，我对，我这边早上七点，你们那儿六点，对，你们要晚一个小时。四点起床，你为什么起那么早？我以前特别认真拍照，现在我就已经不认真了。但是我以前拍照片还挺认真的。不认真，真的，我以前特别认真拍照。你今天这样话今天认真了？有还好。都还好的，可以选，绝对选。Korea Jim， 哎 ，Korea Jim， 你今天没有来，对不对？你好喝，对吧？你这个有果粒，你果粒。我其实看到今天看到很多韩国蘑菇，他还给我做了那个灯牌呢，给我做了那个红提莫三居两上，然后他们就会举着手机屏幕上就是滑过去。红提莫好漂亮，能不能选得出来？出来就是这种，就等于说他们如果不让带那种应援牌，然后他们就手机可能有一个那种什么软件，就是那个字会这样滚动的，占满整个屏幕那样滚过去。哦，红提莫漂亮，你不当？对啊，我就看到很多去了的吗？那我在超话说看到，为什么我超话看到说有事来不了？因为有一个上台的蘑菇，他就是我就点他上来跟我互动，然后就他就是举着牌子，就举着冯提莫三句两首，然后他就说他会看我的微博，然后还有直播，然后看我每天看我直播，是不是就是你啊？是不是就是你啊 ，Korea Jin？ 上台的那位是不是你？戴个黑帽子？啊，不是吗？听不懂，听不懂啊！来。翻译器给我，我们直播间有韩国蘑菇，让我来跟他对话。如果是的话，我就胖提莫，对对对，韩国这边念冯提莫是胖提莫，胖提莫，胖提莫。我带着翻译器的呀。今天上台那个黑色帽子的蘑菇是你吗？오늘그검정색모자에오른것은시넌냐 Korea Jin 他手里举了一个牌子，写着冯提莫。그는풍티모라고쓰인팻말을손에들었다你来了吗？오셨어요
怎么是你们？全部是你们，我才不相信。我不信。哈哈哈。胖听，不是这边念冯听不就是砰听吗？不会打中文。我希望我能找得到，我要去把那本书买。没事，之后再抄话，我看得到。没关系，在超级话题可以看见你的留言。괜찮아슈퍼화제에서너의댓글을볼수있어我的微博나의미니블로그펑펑砰砰！迷你 vlog， 迷你 vlog， vivo， Korea dream， 한국의꿈，不是 Korea dream， 你如果听得懂，你就点一下飞机。내가만약알아들을수있다면비행기를한번켜라没有听懂你就点一下火箭알아듣지못하면로켓을켜라哎呦小子嘞哎这不对啊这个好像是我吃亏我亏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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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是听懂了就哎听懂了太开心了너무즐거워요啊是什么啊不知道啊灯下去没事不要今天上台那个蘑菇是你吗？是的话就点一下飞机，不是的话。오늘무대에오른그버섯이너냐네비행기한번켜요그렇지않은말이에요不是的话就点个赞吧。아니라면칭찬해주세요只能用这种方式沟通，怎么办嘛？那应该不是，你看我多好，我知道不是，点个赞而已啊，赞。不是哦，哦，那就不是的。我没有说点个超级火箭，好不好？我跟你说，我本来我以为哦，釜山离那个首尔很近。我说这活动完了，我就去首尔逛一下吃东西。结果你知道吗？然后就是那个主办方的那个小姐姐告诉我，这里离首尔如果是坐车要坐7-8个小时。可怕，然后是坐飞机的那种，要坐飞机，就特别的远呢，并不是想象的那么，就，就相当于中国的2个城市了，蛮远。对呀，好远哦，我就只能在釜山。高铁好像坐2-3个小时，说是，哦不，火车，但是坐火车2-3个小时吗？开车坐7-8个小时。谁坐的？哦，火车坐7-8个小时。谁坐的？宋轶呀。开车1.5个小时。
看。我说七八个小时。到首尔。到首尔我知道，我明天又不去首尔。哎，高德地图查一下。高德地图肯定能查到。能查。我跟你说，绝对大众点评这些店都有的呢。他们应该是用谷歌地图。我们高德应该也可以。高德只能用百度。小度啊，有我的那个声音呢。东提莫为您导航。百度。你们查一下不就行了吗？我的天。对，小度小度。小度小度，釜山到首尔坐车需要多久呢？小度，查到了没？瓜味的吗？对啊。好喝不？不好吃。有果粒。还有果粒。谁的有？我们两个都喝了。喝点喝点。有果粒还不好喝啊？有点香。必须对吧？绿黄的。好喝呀。果汁嘛，对吧？嗯。哎呀。不好喝。香精色素。那种。小时候那个校门口那个五毛钱一袋的那个大冰袋一样，就是那个味道。第一口有那个香精味太重。火车4小时，高铁2小时，飞机45分钟。哦，好吧。哦，我知道了，我今天真的问了的。他说，我说那开车要多久？他说开车要7、8小时。你想，火车还要4个小时，高铁2个小时，那开车肯定要7、8个小时喽，太可怕了。釜山行，谢飞机。今天就是上台那几个有几个韩国模特给我拍照，然后手一直在抖，好可爱。还有一个穿吉利服的那个韩国模特上来跟我一起跳舞，跳的是那个吃鸡里面的一个舞蹈，就是那样。颜值高，我当时没跳好。不知道你们看到吗？吃鸡里面那个舞蹈就是有几个动作。我不要叫我就知道你没有跳一下。太快了。抓了我手机白屏了，怎么回事？